教授这边也在统测那边也谈到，绩优甄审这些得奖的孩子，有一些奖项的孩子是可以在绩优甄审加分的，所以跟过去以往的评审的那种参与鼓励性的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涉及到加分，孩子就很在乎。孩子在乎的话，不只在乎我自己有没有得奖，而且还在乎别人是不是有适合的得奖的一个条件，甚至对于不管是抄袭的，或者是老师带弱的，或者是等等，可能很多孩子之间就会有一些因为有加分的关系就开始重视，而到最后会有很多过度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评审在这一次里头的审查，我们也务必拜托各位委员能够再仔细的帮我们再做核对，就是他的能力，他制作的过程是不是是自己来做的，还是说我想我们这个有点类似到我们的高中的科学展览，其实这高中科学展览甚至只有说我并没有到加分的概念，他只是竞赛，那当然好的还有出国啊，当然他参加的是国际竞赛的话，那当然他的作品就可以出国比赛，出国的话他当然就有保送的概念在，但是我们现在目前高职这一块是以加分的那种情况来处理，因此在高中那部分的科展也常常有学生互相检举老师代作，甚至老师有出现一件作品不同时间点投件，就是指导的学生是不同时间点投件，因此呢这个部分我们甚至会处罚当时的老师，老师也承认他自己有这样的作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学生如果很在乎，我们老师也会跟着在乎，就你们的专业来给我们做一个提点。然后呢我会谈过一些准则，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能如果需要的话陈老师再做一个提点，那我把时间就交给他。好，谢谢大家。谢谢蔡副组长的支持。那接下来我就很简短再把这个意见做一些统整。那这边很抱歉，动力机械群的创意组应该是那前三名各加20%，加作加15%，所以学生跟老师都很在意。我昨天已经跟很多老师吵过架了，所以可见他们相当 care 这个比赛，学生也很积极，也投入很多时间。所以赵社总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去年在办的时候，往往都是鼓励性质，希望更多的老师带学生来参加。那现在是来参加很多，我们就已经上轨道了，就是对委员就是就严谨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是如何。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务必参与，各位可以就学生的这个故事抄取哪一个学生的作品，随机的部分就他们有没有获奖，报告没有报告，报告的情况，那回答问答的部分，我也可以用随机的方式去抽点，那我们可以确实掌握到底是不是都是这些学生所做的。那在专题的部分跟创意组有分两组，专题的部分跟创作，我们有几组，因为创意的件数比较少，所以我们评审的过程当中把它合并起来。那专题的部分跟创意部分着重的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个评审的这个评分表里面，那专题的部分我们着重跟课程的契合度，所以我们进到这里来，如果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有一些作品他确实超出学生的这个能力范围，在问答过程当中也学生没办法答出来，确实这个是相关的知识，那个过一个就可以就他跟测试器的程度得分，这个是这个专题部分他的重点。那至于创意组的这个部分，重点是在他的独创性，他的这个创意的构想里面，我们有上次认定说我们可以给一些勾选的这个指标嘛，所以我们在每一项七项都有勾选的指标，各位可以先做一个计划，它的这个独创性啊，再给一个评分，在最后再给一个总分，最后再给一个总分，在后面有一些这个作品的具体的总评，每一点学生都会问你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得奖？你可以从上面讲啊，他作品没有符合高职的课程啊，或者他作品没有独创性，然后我们到时候也可以。他们到底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各位如果评审完了以后，刚刚每一组各组到现场，学生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四楼的地方。那等下各组委员
就依照这个时间到现场去做评分先鼓励。那如果四点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在现场我们三楼地方可能会请学生引导，不是在边抱歉了，这一间哦，这个是一定是没办法用餐，所以我们会借了几间会议室，这个每一间600元。那我们今天很抱歉没有填好以后，我们在竞赛结束后就尽快把这个都有新老师可能没办法抱歉了，都有来淘汰。那你们就不要理我们话，可能校长会带着市长就到这。台北的手艺，带出这些，然后。
在灾情的中心，你去控制哪一个水闸口，直到第二代chang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ur friends and us, but it also improves our lifestyle. And people have the absolute fear that we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technology. We really control ourselves and our childhood with the world, interact face to face. After all, we're not living in silence, right? So why stay silent all the time?张大致可以冲压到0.6米。特色操作，所以我们决定用大牛后来预定2天的年费，我们的
小心听听看。是云林的斗六加三，是你们今天的主题是代捐互动共学之趣味大富翁。那准备很久了吗？计划了一年半多的时间。那有没有得奖的信心？有，有没有？我们一定会赢第一的。而且如果它真的能够真的可以变成商品的话，它在工厂出厂前如果就安装这样的东西，又可以省去人力的拆装的部分。高雄的三米加三幼保科学生，是，那你们做这个设计的教育设计。